我打算这个差人，而家威咗潜逃。阿妈，咩人嚟？威咗潜逃？阿妈，警察嚟啦！警察嚟啦！警察嚟啦！我同方丈系边啲垃圾？系唔会嚟噶。佢唔喺度，收埋咗喺边。收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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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不及妻，你要搵嘅人系我，唔好搞到屋企人。你果然系畏罪潜逃啊！你话要去差馆噶，你而家点解释啊？好彩你仲有翻啲良心，翻嚟接埋啲屋企人，等我有个机会帮阿哥报仇。 带细路走！哥哥，喺边度？哥哥，大婶，走啊！妈，哥，你照顾好妹妹啊！阿妈，走啊！走啊！走啊！ 点解阿妈佢你留喺度等阿哥，我睇留到阿妈。我都一齐去。乖，听阿哥话喺度等，我哋勾咗手指尾，阿哥一定会翻嚟，你唔好走开，不见不散。哥，小心啲啊！大家跟埋嚟，佢哋肯定喺附近嘅。大家分头揾，个靓妹肯定同个细路一齐嘅，快啲去。小心，阿妹佢。 无论你要我讲几多次，我讲嘅嘢都系一样。有人要陷害，有人要教我俾我，要我哋两门八旗打三打四。你冇证冇据，凭你片面之词，边个信你？我哥，我信你。我唔信。 你唔信，就得杀你阿哥嗰三个真凶萧炎法外。只要揾到喺监仓杀我三个人，知就真相大白，我招万世人，一世光明磊落。 阿妹冇事，阿妹唔会有事噶，但到咗澳门，三姨婆就会照顾你噶啦。喂，我上船啦！好，上船啦！大姐，细姐，想乜想？点解乜嘢啊？人带兵，我唔见咗我两个仔啊！咁大件事！ 阿哥，有冇见过两个小朋友啊？阿咪住，咁你两个小朋友几高几大噶？大姐，俾人逼咗出出边啦！哎，唔该，姐姐，姐姐，搵仔啊！姐姐，姐姐，姐姐啊！
熟，生意放托上托，就揾到個鄉里會帶你入去城寨噶啦。我知你好想揾翻個妹。生意婆啊，我唔可以等低你唔理噶。你乖，為咗照顧三姨婆嘅病，走去碼頭做姑呢。不過我都唔擺得幾耐噶啦，你要為你自己將來諗下，知唔知啊？以前嘅嘢我已經唔記得曬啦。我知你仲留翻一張舊嘅新聞紙，每個人都有過去，總係會有啲事放唔低嘅。我就係知道我而家係姓左，我係跟三姨婆你姓。以前嗰個趙陽同我阿爸我阿媽一齊認死咗喺城寨，係我一生人第一次認識呢四個字，畏罪潛逃。喺我腦海裏邊，我老豆個樣嘢越嚟越模糊，我就記得喺我臨走嘅時候，佢成身係血。成面都是血，他对眼睛凶狠，很恐怖。所以你就连你阿爸的八极拳都不学了？我家姐想尽快找回个妹，我答应过她在炮台那里等，不惊不散的。一个啊，等多阵啦，快啲啦，系咯，几耐噶？喂，果仔，你系咪城寨搵女仔噶？系啊，你任山啊？你而家睇紧嘅系 TVB USA 官方频道，精彩片段每日放送，记得 subscribe 同埋揿个钟仔，就一定唔会错过啦。